光，日寒寒要暖，风大浪高九丈九，九九归一。路长长又急，水潺潺不返，船里港湾九十九，九九归一。风吹树摇，雨后晴，日落黄昏，离人归。谁说我乘光去？夜哭早衰，春再来，芬芳如故，看斜阳，百鸟傲归林间。莫叹世间冷暖情，红尘有爱，且坐下半杯黑世情怀。大千世界尽如故，花落花开莫等闲，今宵月有明，今宵月有我想起了一个人。谁啊？愚公阿祥。阿祥。阿祥没问题，关键是阿莲。哟，这种事情，你叫我跟阿莲怎么开口啊？那就由我说喽。谢祥哥。祥哥早啊。早。喂，立恒是吗？哎，是我是我。阿恒最近怎么样？哦，你别叫他姐夫。你早打电话来不是来问阿红这件事情的吧？有什么你讲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关心阿红是应该的，但敢与他，我就不赞成了。你不要将这个问题整天拿来讲啊。关心阿红是应该的，但这样会伤害你们父子的感情啊。你是他舅舅，你怎么能不管他？我真的是担心。我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把他留在香港行不行？好，你开个价过来，我认了就是。又是你姐夫啊？我是个姐夫啊。阿红认识个女孩子他都这么紧张啊。是不是那个丫头阿莲呢？他们一双一对不就好了？始终都要拆散他们的。现在的年轻人拍拖，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用管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姐夫是怎么样的人，整天想着门当户对，中意的可以当饭吃吗？啊，你又讲得很准啊。当年你娶我的时候他都是怎么讲的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对我还有些成见，真是个澳门的乡下佬，一成不变。不讲那些了，乡下佬有乡下佬的好处，你看现在的香港学些鬼佬的东西学得不汤不水啊。咦，看不出你倒挺关心的。我住在香港，我当然关心香港了。啊，说归说，你那个侄女曼云呢？啊，你不提起我都想不起来了，现在我打电话给她，叫他过来见阿红。唉，现在要找到阿红这样的乖孩子真不知道多难啊。你姐是菩萨心肠，你那个姐夫是乡下佬，他教出来的孩子想坏都难呢。如果你那个侄女嫁给阿红啊，都不知道几时修来的福啊。
那个李记，原来那丫头小翠，他们家人啊，来找麻烦了。李老板就派人请阿莲过去招呼招呼。他李老板凭什么叫我的人呢？把阿莲叫回来，就说我不愿意他帮李老板。哎，太太，那我这个就去。哟，站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华仔呀，看到我们家阿莲了吗？哦，他在屋里面呢。哎，站长，哎，我问你件事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，华仔，弄得那么神秘。听说阿莲也要借给人家做小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哟，这哪个嚼舌根的在这乱说呢？这事儿啊，我怎么就不知道？昨天喝晚茶的时候，那姓邱的亲口说的，他说万老爷要把阿莲嫁给他做小妾。这还真是的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没有的事儿。没有就好，像小翠那么好的姑娘啊，这下没了，老板缺德。阿莲，阿莲。华仔，你可千万别乱说啊！知道了。站嫂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太来让我叫你回去呢。太太找我有事儿。太太说了，李记的事儿啊，李记自己处理。你是万记的人，李记啊没有权利在此派你。走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。晚了，回去太太该不高兴了啊。走。哎呀，这个顺风号啊，都给你修出感情来了。啊，潘老总啊！哎呀，翔啊，这船啊，是懂人性的。嗯，潘老总，哈哈，我的兄弟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想把我这个鬼佬吓死啊你啊？我们把命都交给你了。哎，我才不要你们的命呢，我要的是钱 ，money。不是说我们是兄弟吗？那兄弟帮忙还要钱啊？那当然了，啊，是说没钱我拿什么买鱼吃啊？没钱我的机器的配件从哪儿来的呀？是不是？你们买我的服务，买我的机器，我呢买你们的鱼，公平合理，就算父子兄弟啊，都应该这样，你说是不是？鬼佬就是鬼佬，弯弯绕太多了。哥哥，啊，你这鬼佬他就是鬼精鬼精的。其实啊，我是为了你们的安全，也希望你们每次回来啊，能够打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鱼。哎呀，其实每次你们回来了，我都必须来这里给你们免费检查一次。说实话，就算机器没事儿没坏的，我都要检查，不然我不放心啊。所以说，潘老总，你是我们的好兄弟。哎。潘老总，今天中午到时候你过来，我们顺风号的兄弟要请你喝两盅啊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先走，有事儿，一会儿呢我就准时回来，跟你们吃，跟你们喝，要有鱼哦。啊，当然了。谢谢，拜拜了啊，再见。哎，潘老总啊，我看你啊下辈子非变鱼不可。张嫂，太太真的生气了。阿莲，张嫂我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那太太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太太知道小翠的家人来找麻烦了，太太不想帮李老板，太太说了，这个都是报应。哎，阿强，嗯，那个不是万记的伙计阿强吗？哼，老板可能不放心嘛，带他来看看。哎，阿强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哎，强哥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我到你家吊脚楼一看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那阿少又上房了，我问他你去哪儿了，他死活不说，他怕你出海。哎，阿强，你给我站住！走了。这干什么呀？啊！现在阿寿正是淘气的年龄，你打他干什么？啊！气死我！阿强，嗯，万老板找阿强什么事儿？老爷让我请翔哥去一趟。我没听错吧？老爷请阿强？没错啊，
老爷特意交代要用请字。请什么？请你啊。怎么可能？老爷从来都没找过我，他能怎么能请我？千真万确。别给我开这个玩笑。老爷特意交代要用请字，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呢。哎，阿香，老爷请你过去，对不住啊，是招亲的事儿。行了，伯哥，你也开我玩笑了。怎么是开玩笑呢？你想啊，我给万记打了20多年的鱼，老爷找我过去，什么时候用请字啊？错不了，八成啊，就是这喜事儿。既然是用请字儿，那应该是好事儿。阿强，你平常老管我叫哥哥，如果你要是认我这大哥，你给我透个信儿，老爷找阿强，究竟什么事儿啊？国哥，那我要真知道什么事儿，我还能不告诉你吗？我在万记鱼栏快5年了，还从来没听说过老爷要请鱼工呢。对呀，我觉着应该是好事儿，是吧？对，肯定是好事儿。那我就去一趟，既然老爷叫我去，那我就去。哎，你等等，阿强，怎么着？你就这样的去见老爷啊？老爷是请你过去，你怎么着你也给穿个像样点儿。你赶紧回家去，啊，把你那压箱底的衣服穿住了，可不能给我们水上人家丢脸。压箱底，我哪有？啊，富哥，家里的衣服全是脏的。好几个月没洗了。所以说啊，阿强，你说这家里头没个女人怎么能行呢？行了，我知道，你呀、啊、去找我妈去啊。哎，快去吧。行行，我翻一翻，找一找。哎，大哥啊，那个，你说他，哎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你说，你别这么看着我。你说那个。老爷他叫我去，他就直接说叫我去就完了，你就非得用个请，这一请我这心里发慌。哎，你陪我去吧。我陪你去啊？你瞅你这点出息。行了，老爷请你过去，你别给误了，你快去吧。啊，嗯，行，风浪都经历过，怕什么？那我去了，去吧。太太，阿莲回来了。太太，你找我？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到李记去了。他说那边缺人手，我没找到您，我就自己过去了。别提李记了，一提起李记，我就像吃了苍蝇一样。拿着。哎，张嫂，我跟阿莲出去一下，待会儿来客人了，你照应一下。哎，太太，家里要来客人呀，我留下帮张嫂吧。不用了。张嫂一个人就行。太太，是顺风号的人要来吧？哟，阿翔来了。啊，老爷子等你了。阿翔啊，快进去吧，老爷啊在里边等你呢。啊，
阿香，算起来，你老婆去世也快4年了，你还是一个人生活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和我儿子。啊，是，你有个儿子，他叫阿寿，是不是？嗯。今年几岁啊？8岁。8岁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喜欢小孩。要是啊，我有一大群的小孙子，整天跟我玩，那算很开心了。我真的想要这么大的小孩。老爷，嗯，我知道您喜欢帮助人，不过我儿子不送人也不卖。哎呀！哎呀，你全误会了。阿红啊，火已经交齐了，钱也收了，我已经叫阿强回澳门了，你可以在香港多玩几天了。舅舅，事情办完了，我想回澳门待几天。你回澳门干什么呀？你爸这么古板，如果你回去了就出不来了。舅舅，您对我爸还真是了解。嗯，我想回澳门倒不是因为想家，那个家太沉闷了。我是，哎，你骗舅父干嘛？年轻人拍拖是应该的，如果不拍拖就不正常了。我爸要是像您这么想就好了。如果你阿爸反对，就真的不正常了。哎，阿红，你来香港这么久也没有带过女朋友给我看过。我哪敢呢。老爷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，不用客气，跟我还用什么请啊？这是。哎呀，你这样子说太见外了。来，坐。坐吧，我站着舒服。好，你媳妇儿啊。老爷，我们家几代都在万记，本来就应该叫老爷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现在是合作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这是在抬举我们陈家，这是什么抬举？我看过你的账，不到年底，你欠我的钱就可以给完清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顺丰号1/3股权的股东了。那也离不开老爷的帮扶。万记是我阿祥永远的东家，没有万记，就没有我阿祥。你说我一个打鱼的，要不是老爷这么抬举我，你说我怎么能入得了顺丰号的股啊？这是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你老爸以前也是在万记当渔工，要不是那年的大海难，你们家早就有自己的船队。哎，算起来，我们也是算是世交了啊。那年我15岁，要不是老爷您仗义，我还上不了船呢。一转眼20年，现在老爷头发都没有，胡子都白了。老爷您还年轻。年轻年轻什么？舅舅，嗯，我跟您说实话，不过您可别告诉我爸，连我妈都不能说。信不过你就别讲了。信您。信就可以100%，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嗯，去年您到我家，哎，对谁最欣赏？夸了又夸的。哦，原来你看中那个小丫头啊！你爸一定不会同意了。他满脑子都是门当户对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哦，我也年轻过，有这个经验的。作为舅父的，我当然想你娶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做老婆。但是你老爸一定不会同意的，怎么会让你娶一个丫头做老婆啊？想都别想了。啊，还有，你第一次来香港，哪儿都没去过，出去玩一下吧。女朋友的事别想了。啊，阿红啊，这里有点钱，你先拿着。舅舅，我带了不少钱的。哎呀，阿红，你第一次来香港，人生路不熟，我和舅母又没有时间陪你。哎，不过舅母的侄女曼云可以陪你啊，她在香港出生的，可以带你去玩玩。来，把钱收好了。姑父，
王满云，这就是表哥阿红。红哥你好。你好。红哥，我带您出去转转吧，香港好玩地方可多呢。好了，出去玩了。舅舅舅妈，那我那你们出去玩，喜欢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，有满云在这里没问题的。哎，嗯，去吧。啊，他们两个很般配的。嗯。太太，今天不过节也不过年，我们为什么要来拜观世音娘娘？阿莲啊，以后别叫我太太，你就叫我妈。我要收你做女儿，在观音娘娘面前让她做个见证。听明白了吗？太太，来吧。香啊，你觉得我们家那个丫头阿莲她怎么样？阿莲，阿莲好啊，玉兰街的美女。这么说你喜欢她了？那谁不喜欢呢？整个玉兰街。哎呀，我不是说那种喜欢，我是说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男女？是啊，我想把阿莲许配给你。阿莲，您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把阿莲许配给你。陈老爷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能开这个玩笑。你说，喝了酒的，咱这个玩笑不能开。这，我告诉你，我没说酒话，我真的想把阿莲许配给你。不是你，我哪里配得上阿莲？怎么会配不上呢？哎呀。这个玩笑，你说我一个打鱼的，又是段家人，还带个孩子，哪有女人肯嫁给我？你说，你先坐上，你先坐上，坐上来听我说好不好？是。哎，我这里都行就好了。老天真不开眼了，我们来帮帮他吧，他再帮帮忙吧。这孩子多可爱呀！爸，他们干什么？哎，我们家有没女孩，我真想把她带回家呀。多可爱的孩子呀，真是不容易。大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先生，求你行行好，收留一下我这可怜的孩子吧。大姐，你为什么把女儿送给人家？我家男人出海打鱼，遇到了台风，船也翻了，人，求求你行行好，可怜可怜，收留他吧。我家还有两个小孩，这个女孩我实在养不活，求求你行行好，你就收留收留他吧。那你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。你要是觉得我可怜，你就随便给一点。这里有10块现大洋，你先拿回去帮你老公办身后事，办完以后你带他去万记鱼栏找我，我再给你10块。谢谢你，好人有好报，谢谢。哎，起来起来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起来。没想到家里面多一个女孩这么热闹。就是啊，有个女孩也挺好的。都是你的肚子不争气。老爷，花花。老板好。以后不要叫我老板了，叫我老爷。现在老爷跟你取一个新的名字好不好？好。叫小莲好不好？好。
好。嗯，老爷，干脆叫瑞莲吧。瑞莲，瑞莲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那叫瑞莲呢。走，我们去玩。哦，我有妹妹了。红哥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看不见你。阿莲，回家吃晚饭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对阿莲都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她今年18岁，女大当嫁，我们总不能给她耽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你别哎呀哎呀好不好？你表个态嘛。不是，你也太委屈阿莲了，让她给我做填房，我实在不忍心。什么委屈？我跟太太的商量好了，你这个人又老实又有情有义，阿莲嫁给你啊，你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是吗？对对，那我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不过你，我们把阿莲嫁给你，这是我跟太太的心愿。老爷，那阿莲人家愿意吗？我们虽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但是这个主我们都能做。现在啊，就是看你的。大哥，这个机器啊，我都检查过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看啊，这个大不列颠的东西啊，就是滚。你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 ？Good， 哎，我把你当阿翔了。嘿 ，Good 就是好的意思。嗨，我说你这鬼佬，好就说好呗，什么 Good 娘的？你忘了？这阿翔啊，在美国的远洋货轮呐，当了3年水手呢，他的英语听力啊可好了。我说你呀、啊，就应该跟阿翔学学。我学他？嘿，那又不能当饭吃啊！不学。这话没道理啊！你们平时出海打鱼的，就会跟那个附近的国家轮船打交道。这个时候啊，这鬼话，嘿，还可以派上用场。有阿翔会就行了。遇到事儿呢，让阿翔去办，我可不学。老爷，您想我能不愿意吗？就像天上掉个馅饼。哎呀，不过，我想还是要先问问阿莲。嗯，我跟太太，就像阿莲亲生父母一样，这个主，我们都能做。老爷，你和太太太抬举我了。什么抬举？往后你跟阿莲结婚以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希望你能够明媒正娶，把阿莲风风光光给迎接回去。那是那是，我会。嗯，不过我们邓家，我知道你们现在是穷一点，但是没有问题啊。你们两个结婚以后再辛苦一点，往后的日子应该是会变好的。你不要忘记，他们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的。
老爷，您知道我们水上人家没有文化，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。哎，阿莲可是有文化，她可以帮助你吗？这样子了，你去账房拿200块钱，把这个喜事搞得风风光光，好不好？老爷，我想喝点酒。这个酒啊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好小子，来。太太，我虽然不是你们亲生女儿，可是你跟老爷对我的好，我全记在心里了。丫头就是丫头，这是我的命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你们的。傻孩子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丫头了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妈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，明白吗？嗯。选玉子不如撞玉子。哎，再过3天就是王道继续，你赶紧找个媒人过来跟我提亲。嗯，怎么了？还有问题啊？没问题，老爷，就是酒没了。哎呀，这次啊，吴大哥我不放心，所以啊，我还是多检查了几次，该放油的地方我放了。我呀，以上帝的名义跟你保证，这次啊一定好用。潘老总啊，太谢谢你了，俗话讲得好，油多菜不坏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别说这个，今天中午到底去哪吃饭？早安排好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你怎么忘不了啊？你忘了？这阿翔的孩子小阿寿说我是好吃的鬼佬，只要有吃，我就开心啊！哎，潘老总啊，今天中午看样子有人请客了。什么话呢？你舍不得花钱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你看，啊，哎呦，你看阿翔多高兴，说不准他这有喜事儿啊！有喜事儿，阿翔，哎，阿翔，阿翔，我叫你呢，你去趟万记，你怎么回来傻了？做梦！你做梦？大白天你做什么梦啊？快说，见着王老板是不是好事？啊？好事。真是好事，可是好事不能太好，太好不敢相信。哎呀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有什么不敢相信的？快说。你瞅你这乐的，你走。那个王老板他说那个什么啊，王老板说什么？哥哥啊，打我一下！我好不容易打你干什么？啊，打我一下！好，那我打你一下啊！用点力，用点力！大爷，你这大爷！我求求你了。
你再跟老爷说一说，我真的不想嫁。阿莲呐，每个女孩都有这么一次的，关键是看嫁谁。嫁对了人是一辈子的福，这要是嫁错了，可不得了啊！我过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。我跟老爷商量了，觉得有一个人很合适你，这个人老实又能干，年龄也不算大，是个好后生。家里呢也没什么多余的人，老婆没了好几年了，上头呢又没老人，只有一个小男孩，你过去以后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当家做主了。阿莲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那个姓邱的早就放下话来要讨你做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为这事儿我跟老爷都差点闹翻了。劝君别采一枝红，强求香河非佳偶，只恐将来事不忠。小姐，这可是下下签啊，如果你要求姻缘的话，恐怕不太吉利。太太，您跟老爷说吧，让陈思祥赶快来迎亲，越快越好。您就跟少爷说，是我自己愿意嫁的。
阿香，这个船要是真的，你说是不是比咱们顺风号大呀？啊，我问你话呢。阿宝，阿香，大洋级船有什么好看的？过来喝茶啦！哎，来来来，阿香，别看了，老船长叫咱们，别误了正事儿啊。坐坐。两个大忙人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有什么事尽管说啊。老船长，嗯，是这样，我们呀、有一件事儿想请您出马，这件事儿呢请别人还不行，非你老不可。哦，我以为你们请我吃饭呢，你们这只船呢满载而归，赚很多钱呢。老船长真会开玩笑。什么事啊？老船长啊，是这样。哎，阿香，你快说呀。说。啊，就这样。大哥，还是你说吧。你瞅瞅你那笨样啊！我说。老陈呐，是这样，这个万老板他把他的丫头许配给我兄弟阿祥了，不过万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我兄弟阿祥啊找一个媒人，这个媒人必须得是德高望重，有一定声望了才行，所以我们哥俩一合计，只有请您老了。这个呀、我看不行啊。哎，你们两人为什么不昨天来啊？我已经答应别人了，去万家保媒了。是吗？那你，阿香，没事儿，有哥哥我的，放心吧啊。老陈呐，我看。能不能这样？阿香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不是，老陈长，那您忙着，我们先走了啊。阿香，走啊。